下个礼拜三就是二八扶贫纪念日，苍南洋基金会也代表民间团体要做个号召民众，就头一礼拜六二八人纪念行通，向下行上一路行，啊，向下来面对历史的伤痛，推动各界确实做到转型正义。高建家做定木衫，用上衣来讲二二八受难者的故。台湾重要的过去的不只是历史，而是一个。太年狮子来定拍布条，被二十四外判的二二八点点纪念行通来机构，好些民众向下行上街路，被用卡法、火炉、童年出名法来献土行通新年。要求未来蔡清、赖清德总统继续支持转型正义，来当作实践台湾民主价值的重要工作。马外要求行政院团推出一个国会提出转型正义法案具体的时程。二二八点零纪念行动今年竟然是第八年来判例，不败台视诉求完全遭到转型争议。不过主办单位讲，民进党执政廿八年来，转型争议立法三无枪本来按算计，提出新国会正该确实转型争议，转型争议法案修法正该分清重点，政治档案正该实质公开，达到三态主张。旧则专法无意遗址的保存的专法跟中正纪念堂。的修正的这个法案，这三个法案，这个修法呢，如何在当前的行政官僚的保守反动跟高度政治斗争的立法院双重的这个夹杀中突围，就是我们今年二二八点零行动诉求的重点。二十四同意要行初五为招定至九八七年，将南中前进县的同意投一百盘二二八要行的脚接，对台北市热线骨烧出发，经过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素材天马插缝，专门扣台北分局、台湾公布天台，请问起到该同意的台湾县行政总管公署，未都系在下届行政见，希望落实的历史、空间的国家，地方诉求，使得本人听到。卡卡新聞林金洲、刘二平台北報導。